又是粉丝私信小作文，大学生买了一台2.0的轿跑，他说他的梦想是以后买一台四系改 M4， 但时间比较急， M4 呢确实没找到，给他找了台这个，希望他能喜欢，再等他过来。他们来了，年轻人的第一台9000块钱轿跑，坐副驾驶还有美女。今天老有缘分了，昨晚上刚被放鸽子，你们就私信来了。 M4 呢确实没借来，但是呢有个这个喜欢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咱可以下午好好盘盘了。来，可以先看你的车买了多少钱。9000块钱，现在准备也花了一个车钱了。你看人有车了，有女朋友了啊。你们呢？没车还是少数。你俩呢？啥也没有。兄弟们平时开车出去玩？对，经常出去玩，基本上每天都出去吧，谁有空我带谁，3-4个吧。嗯，那女朋友呢？女朋友放后边。啊，行，好。这个车漆它不是黑色的，这叫紫晶弹色，挺好听的。这泛黄的大灯下面是 LED， 这个是 NPS 的包围，这个80，那挺便宜的。女朋友赞助了吗？买车时候没赞助，小林后边也买了一些。辛苦吧，你赶紧买一个女朋友能给你赞助。哇，内饰还可以，发动机灯亮了。小故障 CarPlay 还挺整的啊，还没连接上，每次上车得接一下。啊，那不重要。那要是有别的大学生还买那车，你推荐吗？推荐，毕竟青春就一次嘛，就觉得他帅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咱这车呢，你带了5个兄弟来，还有一个女朋友。对。啊，咱那个车呢，只能坐一个人，怎么分配？能坐一个人的话，怎么分配？啊，坐女朋友。对，他说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他带女朋友。那好吧。就改了奔驰出风口，跟那一模一样。一会儿给你换真的，你把那个抠下来换这上面。了解吗？这车，我先带你介绍一个，刚才点火是吧？这个对，然后等会儿按，哎呦，还没按减档呢，哎呦，这情绪一下直接拉满啊，踩一脚，不敢踩啊，踩了，哎，那我们往山上溜一圈，哎呦，是不是你给我私信让我去拍拍你室友的车？对，就是我私信，那我正好打扫完卫生，我躺床上刷，正好刷到你吧，我也想试试，感觉真好，出发了啊，我菜买的，对。我一定走你！下次你去幼儿园一定要陪我去玩，不跟官人就没什么区别。最后配一个这个比较菜买的。我操！下次要陪我坐过山车，我要坐过山车。好看吗？这个景？好看。绝了！我靠！我们来拍两张照片吧。好。